好，报告大会，我们现在开会。那针对本次行政院函送提名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名单，黄美英为委员，并为主任委员；彭少锦为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郭淑珍及洪才龙均为委员，请同意案。我们特别举行公听会，听取各位学者专家的意见。我们会详实的记录各位的高见，并列入立法院公报记录中，作为之后进行审查及行使同意权的参考。谢谢大家的光临。那我们今天公听会的程序如下：我们会先请学者专家发言，正反方交错，基本上是这个原则。那本院委员由主席安排适当的时间发言，每位委员发言的时间我们还是十分钟。好，那发言时间结束前一分钟会按铃一声，发言的时间结束则按铃两声。我们现在先介绍已经到场的各位学界的教授们。好，有台北商业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杨浩彦杨教授，谢谢您，谢谢。有世新大学财务金融学系副教授郭乃峰郭教授，谢谢。有中正大学经济系教授周登阳周教授，谢谢。那另外是我们台湾大学生物产业传播暨发展学系教授王淑美王教授，好，谢谢大家。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公听会。我们首先请台北商业大学我们杨浩彦教授给我们提供宝贵意见，请杨教授。然后我们请王淑美教授先请准备，好，谢谢。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公听会哈。那公平交易法其实从大概1990到现在哈，大概早期公平交易法的订定的这个意旨呢，除了维护自由跟公平的竞争秩序，也兼及产业的政策。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在这几年似乎相对的比较被忽略哈，这大概我大概所观察到的哈。那第二个呢，其实在台湾的经济的成长的动能过程当中，那我们大概都跟世界先进一样，那大概都仰赖这个创新。那或许公平交易委员会或许在这个部分也可以有一些辅助的角色啊。那第三个呢，在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很有印象哦 ，Fair Trade Commission 哦，这 Fair Trade 听起来好像是公平这个跟贸易是有关系的啦哈、哦，这部分可能在未来也可以适度的去思考这个调整的必要哈、哦。那就关于这几点呢，大概我看了一下这个立法院这边所提供的这个四位委员的这个资料呢，我会发现呢，其实四位委员大概各司其职各有专精。那这部分呢，我想可以让我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公平交易委员会在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有一些相对的注意哈。不过这几年呢，其实我也有发现在整个公平交易委员会在这个所谓的产品或者是市场的规范里面，事实上它也有相对的一些外溢的效果。像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研究发现促进这个产品的竞争有时对于所谓的劳动市场事实上也有相对的注意。也就是说让这个市场活络竞争之后，对劳动市场的薪资的水准也有一些提升的作用在国外的一些研究也发现的这些现象。所以在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这个执行这个法令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本身对于这个产品市场的竞争的活络以外，或多或少
如果能够兼顾其他的市场，特别是劳动市场所产生的影响，我相信它所发挥的市场竞争或者是促进经济成长的功能，应该也有一些活络的作用。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公平交易法在这几年一个很大的改变，在于我们国际的规范慢慢的其实越来越多。那在这个国际的大环境之下，公平交易委员会如何去规范所谓的新经济的竞争，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特别在像平台经济这样的一个市场模糊的状况之下，如果去活络这个产业的竞争，我相信应该都有相对的该注意的地方。如同我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我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那我们从今天所拿到的这资料里面，黄美英教授，彭少景律师，或者是洪才龙博士，那另外一个是郭淑珍女士，我相信呢，以我所看到他们的专长，对于我刚才所提到的几个可能的现象或者未来的发展的方向，我相信都有相对的注意。那以上就是我的发言，谢谢。好，谢谢杨教授。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接下来发言之前哈，先介绍一下刚刚新莅临的几位学者专家哈，有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执行长孙立群孙执行长，欢迎。还有民传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我们汪度春汪院长，谢谢您。以及空中大学行政学系教授李允杰李教授，好几位都回娘家哈，欢迎欢迎，谢谢谢谢。那我们王淑美教授发言的时候，我们先请郭教授郭乃峰教授请准备好，那我们就请王淑美王教授，谢谢。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那针对于今天的公听会呢，我大概事前看过了几位，就是主任委员啊，副主任委员啊，还有委员的那个候选人的相关的背景资料。那针对这四位呢，各自不同的背景，还有他们未来的一些执照，我大概分别提出不同的一些请教哈。那第一个部分应该是就是黄美英委员嘛。那其实我对于他个人啊，过去长久以来关注公平交易法，无论是在他实职的那个工作的内涵，或者是在他那个相关的学术著作上面，我是给他极高的肯定。那我对他比较多的期待，或者是在未来哈，就是整个施政上面，其实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在新的世代里面，就是陈如前一位院老师所说的，第一个新经济的时代，在公平交易的这个部分，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势力的发生，然后会有很多新的判例的发生。那这个部分呢，作为一个主要的政策的执行者啦、推手啦，那黄委员这边他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期待，以及过去呢他这么长久以来对于这个公平交易法相关的这个学术著作所做的这些累积，要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政策当中呢务实推动，那我想是对黄委员这边比较多的一些期待和好奇。那第二个部分呢，应该是彭少景彭委员这边。那彭委员过去哈，他应该是有非常长一段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那个政策执行者，甚至于是看一看哈，对民意代表相关的一些经历。那这样子的经历是怎么样转换在我们公平交易这样子的一个专题上面，那要怎么样的去着力，那怎么样的去线索我们的焦点，让他过去的一些经历成为非常有用的一个燃料，在公平交易这样子的领域当中。那这应该是我对那个彭委员的一些期待。那再来应该是那个
洪才龙洪委员。那洪委员过去很长的时间，他的专长应该都是在FTA， 就是国际经济啊、区域贸易整合的部分。那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对外我觉得是非常有利的。可是今天整个公平交易对是面对国内的一个经济的产业，而且面对的应该是大的企业财团和一般消费者这样子之间的关系。那过去对外的一些经验，甚至于在 FTA 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关系上面的专业跟见解，那要怎么样移转变成第一是国内的落实，第二是以前是国对国之间的关系，组织对组织之间的关系，现在要怎么样变成一个企业与个人的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我想是我对那个洪委员未来是在作为他这我们进入公平会之后，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落实才操作，才对于我们的人民或者是对我们的制度是比较有帮助的。然后最后呢是那个郭淑珍郭委员这边，那其实郭委员这边也是有非常卓越的在那个公民教育委员会这边的一个行政的经验，乃至于现在在总统府这边，那我想作为一个那个内部行政的一个串接上面是非常有利的。那可是这样的有利的方式呢，落在那个公平交易委员会上面，我觉得有一些我比较好奇或者是后续应该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公平交易委员会有很大的一个部分，除了内部的那个行政的顺畅，然后政策的顺畅之外，一个部分是有一个部分是就是政府跟民众之间会有一个见面。好，因为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我们自己现在的专业，我自己的这个部分应该是农业行销的部分。那在大部分的时候，这些农业行销的部分，例如采甲啦，都会跟我们的庶民有非常非常直接的关系。可是呢，这个跟反托拉斯啦、跟垄断啦，常常又会有一大部分的。又会有一大部分从制度和法规上面的一个落差。可是作为一个庶民，作为一个大众，乃至于作为一个那未来这个郭委员，他在作为一个政策执行面的一个转介上面，我在想他是不是能够发挥更好的一个转介的效果，然后面对我们的庶民大众，把很多政策之间串接的部分能够跟我们的民众做一个更好的一个串接，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一般的民众对于公平交易的一个认知啊，还有期待，其实跟公平交易的名称和它实质的功能有时候是有一些实质功能上面的差距的，就是人民的想象跟这个单位实质的一个操作的功能，是我们会有一些就庶民会有一些差别想象。那我觉得以他过去的一个行政经验，那或许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转化，让这个地方有更能够被证明，更能够被适当的被期待。经过了证明跟被期待之后，我想整个的运作跟组织会朝向一个让我们的民众的满意度和感受度更加提升的部分。以上就是我分别针对这四位委员在未来的这整个过程当中，那我从我专业的角度觉得应该要关注的地方。谢谢。谢谢王教授所提的几个启发性的架构。那接下来我们请郭教授之后我们请孙立群教授先准备。好，那我们现在就请世新大学郭乃峰郭教授，谢谢。大家早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个谈谈公平会这个新的主委啊，新的主委将来还有这个委员啊，就我过去所认识的他们在这个领域的表现，那我初步的判断或者说将来判断，我觉得可能都是类似的，非常的适合啊。那从这个将来可能是新的主委，就是黄梅晕教授来看的话，过去他在刚回国的时候吧，我那时候还是博士生，然后
我们同时在这个台经院服务。那我们那时候就知道黄老师从国外带了一个比较新的研究方法，在谈市场范围。好，那我们知道公平交易法里头非常注重这个市场的竞争，可是市场的范围这件事情是要非常非常用心去定义的。那黄主委，将来的黄主委，他在这部分好多好多年前了，可能是一二十年前的事情，对于市场的范围界定，他就带来一个新的方法。好，那我们看一看，就是说任何这个新的部会首长上来，我想重要是为人民的福利福祉好去用心用力。那我们要想一想，目前很多产业的样态跟过去有很大不同，这个可能来自全球化，也可能来自数位经济导致的后果。好，所以说如果新的这个主委或者是新的委员上来之后，对于产业新的样态怎么说呢？例如说过去可能是这个供应链的问题，或者是这个我们讲的集群产业集群问题，那未来可能是一个产业生态系的问题。很多产业目前都用生态系的角度在建构他们的运作模式。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因为整个产业已经走到了生态系的这个架构的时候，我们公平会如何界定市场范围呢？这个可能是新人新政新的想法，可以把新的界定方式放到这个法规里头来，或者说形成判例。好，对于比较倾向生态系的产业，如何去谈一个竞争政策？好，这个我觉得是目前新的主委或者是新的委员他们上任之后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发展的。好，这是一个。那另外就是说洪才龙博士过去在台经院的时候我们也共识过，那很早很早我们大概就谈了这个台日之间的 FTA， 好，就自由贸易区协定这件事情。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将来我们可能跟很多国家会进行这个 FTA 协定的签订谈判等等等，这里面呢也非常有一大块的领域是跟这个竞争政策是有关的。好，所以说我觉得公平会未来在国际的视野上，好，就是说在谈判 FTA 的时候如何形成一个跨国之间的竞争政策，可能也是未来一个发展重要的一个领域。那洪博士在这一块的话，因而过去已经在 FTA 领域里头有相当多的著作，如果再花一些力气把这个竞争政策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好考虑进来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完美能够应付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好，另外也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劳动市场好目前的状况是比较不是那么的健康，那这个可能跟国内的竞争政策在考量的时候要不要把劳动市场相关的后果也考虑竞争政策里头。所以我觉得就是新上任的这个主委或者委员或者既有的委员可能可以朝这个劳动市场整合进竞争政策的考量再加把劲。好，因此有好的竞争政策使得有比较健康的劳动市场，后果可以让全民共享，这是我的建议。谢谢。谢谢我们郭教授。那接下来因为有几位新到场的教授，我们先介绍一下。好，我们是中国文化大学法律学系教授方元仪教授，谢谢方教授，谢谢。以及中兴大学法律系教授刘姿儒教授，刘教授好，谢谢，欢迎。
以及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杨显文杨顾问，欢迎您。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孙执行长发言之前，我们请周登阳教授准备。好，那现在请孙立群教授，谢谢。不客气。主席、各位先进、各位同仁，感谢给立群这个机会来这边发表一点个人这个意见。那我在之前呢，曾经在公平交易委员会服务3年，担任委员，然后担任了1年又多几天的这个副主委啊，所以对公平交易委员会有一点粗浅的这个了解啊，在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下。那这次呢，提出的4位这个人选啊，有几位呢，我也是有相当的这个私交啊，所以对他们也有相当的这个了解啊。那首先呢，当提到这个主委的这个人选，黄美英黄老师啊，我曾经跟他在中兴大学经济系共事过啊，那他也是我们在公民交易委员会委员的前辈啊。那对于他的这个专业的这个部分啊，我就不在这边提任何的这个质疑啊，以免这个班门弄斧啊。不过我想有几个问题啊，因为未来身为这个公平会的这个领导者啊，我想要知道一下，就是黄老师在这个部分的这个态度啊。第一个啊，就是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大家都知道跟 NCC 一样啊，是独立机构，还有中选会，我们3个独立机构。那作为独立机构的这个首长啊，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啊。那尤其在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碰到这个merger and acquisition 啊，联合行为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个行政处分啊，这个金额都是相当的高啊，所以对于业者这个地方啊，他的抗压。还有将来他跟业者之间的这个互动啊，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啊？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对公民交易委员会来说啊，你不能不跟业者互动，因为这个产业的整个状况啊，如果不跟业者互动的时候，实在有时候我们在外面看到，并不太了解这个产业的状况，所以我想要知道一下，就是这个未来的这个黄主委啊，希望这个整个公民交易委员会跟业界之间的互动啊，会采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啊？我们看这个公民交易委员会过去啊，这十几年的这个发展啊，从一个相当保守啊，比较封闭，不太跟业者互动的一个状况啊，那在这几年呢，其实在这个吴主委的这个带领之下啊，不管跟这个国内的这个律师界啊，或者跟业界啊，其实都建立了一个非常公开的一个。互动的这个模式啊，也就是说，业者啊要跟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来互动的话啊，基本上都是持欢迎的态度。当然不会在外面互动，一定是请到会里面来，那有相关的这个人员陪同来互动。那这样的一个互动方式呢，其实对于这个业界了解公平交易委员会他的态度，跟对于法律的这个诠释，还有经济分析上面，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有非常多的帮助。那同样的呢，对公平交易委员会里面的同仁啊，去了解业界的生态呢，也是有非常正面的一个效果啊。所以我想要知道，这个黄老师未来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带领公平交易委员会持续，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好的方向来进行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公平交易委员会呢，早期啊，其实是以法律比较主导。那在这个吴主委的这个带领之下啊，虽然吴主委本身是法律的人哦，但是他对于这个经济分析这一块啊是非常非常的注重，所以现在已经有了这个经济分析的这个专职的这个单位在里面。那公平交易委员会里面呢，经济的这个专才的人才也是非常的多啊。那当然呢，这个永远都是有改进的这个空间啊。那公平交易委员会也出了这个经济分析的这个专书啊。那黄主委呢，因为本身是知名的经济学家。对于这个竞争法还有很多经济分析的方式他也是非常的熟悉，也是我们经济学界的这个前辈啊，所以我对这个黄主委将来如果顺利就任这个职务的话，我是寄予厚望啊，就是希望在这个经济分析这个部分啊，可以让他更加的制度化啊。那同时我也想要知道黄主委要怎么样去让业界知道啊，公平交易委员会在经济分析这个部分啊，将来会采什么样的态度，那用什么样的方法，那其实呢，让业界对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有更多了解的时候，在很多这个案件的这个审理的时候，大家不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在这边说你要补这个，你这个方法我不确认啊，大家可以站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来分析很多的这个经济事件啊，我想是两利啊，也会节省很多的这个
行政的这个资源哦。那公民交易委员会呢，它的预算呢，其实年年在缩啊。那这个经济的形态啊，现在是越来越复杂，所以同仁的这个工作啊，其实是相当的吃重。所以如果可以不要在这个行政程序跟这个和业者的互动上有任何浪费，更有效率的话，我想对于国家这个经济发展，还有对于这个公务体系啊，它的向前迈进啊，都是非常好的啊。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过去啊，常常很多人把这个公平法跟消保法啊，就是混在一起啊，这个中间的界定啊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也希望这个黄主委上来以后啊，在这个地方可以着一点力啊，让这个社会大众啊能得到一些这个教育啊，尤其在消保法跟公平法这个之间啊，能得到一些这个更多的这个教育啊，那甚至很多政府单位啊，也需要在公平交易法这个部分呢，有更多的这个了解啊。譬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前一阵子啊，台北的这个捷运的悠游卡啊，因为在高雄不能使用啊，或者使用呢，受了一些折扣，打了一些折扣，然后呢，这个高雄的这个一卡通到了台北却是完全可以使用。那我们那个伟大的柯市长呢，就是说要跟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啊来投诉啊。我想这个，他虽然是一个很聪明的这个医生哦，但是在很多部分他是很白痴的啊。这跟公平交易法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完全是企业之间的关系。我讲这个话虽然听起来很难听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一般的这个人民，这个因为想到公平嘛，公平这两个字，任何不公平的这个事情，都会想到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啊。甚至以前我们开玩笑说啊，家里这个夫妻吵架，说这个哦，我比较弱势，你比较强势，这个不公平，我要跟公平交易委员会来申诉啊。这一般人也就罢了啊，但是如果连一个首长啊都没有这样基本的了解的时候，可见公平交易委员会在对于这个推广跟教育这个部分呢、啊，还有加强的这个地方啊，还有加强的地方，因为这个部分如果不加强的话，如果不让社会大众甚至政府单位对公平法还有竞争有更多的了解的话，会增加这个单位很多的麻烦。因为很多不该他管的事情，大家都会把这个压力压到他头上来，那对这个单位呢是相当不公平的啊。所以这个我希望在这个部分啊，也是希望在黄主委的这个带领之下呢，未来在这个部分可以有所着力啊。我知道我的要求很多啊，但是我想都是一些方向性的东西啊，希望都可以着力，因为这个一任有四年嘛，所以很多事可以做。另外就是前面有提到这个国际参与的部分啊，公民交易委员会现在参与国际啊最大的两个组织啊，一个是 OECD 的竞争委员会。那 OECD 呢，台湾现在在这个 OECD 里面就有三个委员会啊，是类似观察员的身份啊，一个是渔业，一个是钢铁，一个就是竞争委员会。那根据我从外管里面的了解呢，大概最吃重的就是公平交易委员会啊。那所以一年呢，原来是三次啊，在 OECD 巴黎的总部开会，那现在变成两次啊。那跟这个我们经济部派驻那边的这个代表处的经济组呢，其实合作是非常的这个密切啊。那但是呢 ，OECD 也有一个麻烦的问题啊，因为 OECD 啊，它是一中。他的一中这个原则抓得非常紧啊，然后呢，最近呢，他又把重点摆在 BRICS 这几个国家。那 BRICS 几个国家里面就有老共，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对老共的态度是越来越热络啊。但是因为公平交易委员会过去这几年啊，在 OECD 里面的贡献其实是非常大。那这个派去开会的这个委员跟同仁呢、啊，其实都相当的这个认真哦、啊，因为每次一开会就是四天哦、啊，甚至一个礼拜啊，所以是相当辛苦的。大概白天就在那边坐一整天开会，然后晚上就要准备第二天的这个问答、啊。那在黄主委的这个带领之下，我想要知道在这个部分啊，有没有什么样啊的对策啊，就是有什么样的准备的方式？我想第一个是要保有我们的那个位置啊，虽然有点委屈，用的名字是 Chinese Taipei。啊，但是呢，这个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外交的这个场域啊，所以怎么样去保有这个部分，这是第一点啊。我过去这几年在OECD 开会的时候，我们看到 OECD 的态度啊，其实对老共是非常非常的友善，越来越友善啊。老共不是会员，对不起，多给我一点时间啊，抱歉啊，谢谢。对老共非常友善，所以常常都是大批的招待老共的人来 OECD 这个参访来参观、啊、所以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夹缝里面、啊、面对这样的压力、啊、来继续保有这样的一个会员，对国际社会有所贡献，我想这个黄主委的
责任也是非常重大。这是一个国际组织，另外一个国际组织啊，是这个 ICN 啊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啊。那 ICN 呢，它是一个 virtual 的组织啊，但是在这个整个竞争的这个形态里面啊，它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它每一年的年会呢，其实就是一个部长会议啊，就是一个部长会议。各国的，因为它的所有的会员呢，都是各国的这个竞争的政府主管机关，那代表人呢，都是这个部长层级的。那 ICN 是非常难得的，我们是几乎就是一开始啊，就是会员啊，而且现在是非常少数啊，我们这个在里面会员的名称叫做 Republic of China 啊 ，Republic of China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那怎么样啊，让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名称啊，继续保有下去？我想。对这个黄主委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啊，也是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大家知道，劳工那个市场现在非常大，这个跟竞争啊这些有关系，大家都想拉拢它，所以这个也会是这个黄主委啊所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挑战啊。那当然呢，公民会的这个同仁啊，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经验，所以我主委呢，当然我不太担心这个部分，因为他在那边待过啊，所以希望在那边呢跟这些常任文官这边的这个合作啊。可以这个非常的这个好啊，非常的愉快。那对于整个这个组织的这个战力啊，就会有很大的这个提升啊。那另外一个，我先跳到这个郭淑珍啊，郭三士啊，我对他这个完全就只有正面啊，因为这个我在担任委员的时候，他是我们法务处的处长啊，我跟他个人也学习非常多啊，是一个这个内涵非常的丰富啊，非常沉稳，非常内敛，然后非常专业的一位啊，所以我对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批评啊，对他只有完全的这个肯定啊。回到这个副主委的人选啊，彭律师啊，彭律师这个地方啊，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去讲啊，因为在彭律师的这个所有资历里面，完全看不到跟公平法有关系的资历啊。过去我在公平法呢这么多年啊，碰到最多的就是你问每一个律师啊，问每一个公平法懂不懂啊。很简单，那各位如果看一下公平法，公平法是非常少数的这个法律啊，条文很少，看起来非常白话，然后你看一遍你就不想看第二遍，因为你觉得全部都懂，你进去以后你才发觉其实你完全都不懂啊。那这个很多人都以为，因为这个公平法它也不是一个法律的这个主流，它也在台湾又不是一个法律的这个主流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这个公平法、啊，尤其在这个公平会服务这么多年啊，我看到我当然不是讲彭律师，因为他没有来接触过这个领域，我也没有跟他接触过。我们看到很多的律师啊，在代表他的客户来跟公平法交涉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说，这个律师啊要骗钱还真好骗，因为他真的完全不懂公平法。哦，完全不懂公平法，所以呢，关于这个未来的这个彭副主委这个部分，因为在资历上我完全看不到他跟公平法有什么样的关系啊、哦。当然，他一定有在他法律上相当的这个素养跟他的专长，但是完全看不到跟公平法这个关系，所以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这个评论啊、哦。那另外呢，最后到这个洪研究员啊、哦，我想洪研究员的问题啊，跟这个。未来的彭副主委其实是一样的啊，虽然在这个经济学界啊，他有一定的这个地位跟名声啊，但是刚刚前面也有先进提到、啊，都是在外贸的这个部分。坦白说，外贸这个部分跟公平法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完全没有关系的。那过去呢，公平交易委员会所有跟经济相关的啊，大部分啊都是由产业经济的这个背景出身的。哦、都是产业经济这个背景出身的。那我们在这个洪研究员中，我们也看不到产业经济的背景、哦、那所以呢，我也很难去评论说这个洪研究员未来是不是任这个委员、哦、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彭律师还有洪研究员呢，我要给的建议就是，如果将来有机会审查的时候，必须在这个专业上啊、哦，要给他们多一点的这个考验啊、哦，因为在他们的。提供的背景里面虽然洋洋洒洒看起来很丰富，但是坦白说，以我在公平交易委员会很粗浅的一些经验来看，是完全跟公平交易法是没有关系的，是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地方，必须要慎重一点。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的公平交易委员他们的这个资历啊，其实还蛮难找到像这两位这样子完全没有关系的啊，完全没有关系。譬如现在的这个主委啊，现在吴主委是台湾第一代啊。就是完全学公平交易法跟竞争法的啊，他是第一代啊。那现在的这个副主委，他是产业经济出身的。那像这两位这样子完全没关系的，以前是没有看过。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啊，这个
电子商务这个部分啊，电子商务这个部分，它完全已经没有国界了。它的这个市场界定，刚刚前辈也有提到，市场界定会更加的困难。市场界定呢，对公平交易委员会来说呢，常常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不管过去在这个媒体的这个并购的部分，或者其他的部分，它永远都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大家都知道，市场界定下去，这个案子大概就定了。啊，所以呢，当这个电商出现以后，那 FinTech 这些东西出现以后，那甚至未来可能连货币，啊，这个 Blockchain 这些东西出现以后，对于这个市场定义的这个冲击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非常的希望黄主委可以带领我们这边经济分析的这个团队呢，未来在这个部分呢，要有快速的这个进步。啊，以上。浪费大家时间，不好意思。好，谢谢执行长。好，很感谢我们特别给执行长多了5分钟。不过执行长重女轻男，我很感谢。接下来我们就请中正大学经济学系周登阳周教授。那周教授发言的时候，请空中大学我们李允杰教授请准备。好，谢谢周教授。主席，各位专家学者，还有各位这个先进，今天非常荣幸哈，能够到这个台北来哈，参加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这个正副主委，还有这个公交委员的这个审查的公听会哈。那个我有基本上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这个职责哈，它是在促进这个整个这个产业的这个竞争的这个环境哈。那它跟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哈，其实是有相辅相成的这种作用在里面哈。所以这个任命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任命哈。那第一点，我觉得我参与过。这些被任命人的这些资料哈，那我觉得他们都有这个从专业的观点来看的话哈，都有这个产业经济的背景哈，或者是经济的背景哈，或者是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背景哈，所以我觉得这些提名人的资历从这个专业上来看的话，应该是适当的哈。然后第二点哈，有关于这个黄主委哈，他在这个学界里面哈已经有好几年了哈。那他在这个产业经济方面的这种研究哈，跟这个著作哈，相当的丰富哈。那他在这个，尤其他在这个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里面曾经任职了。有4年多哈，将近这个5年的这个时间哈，所以对于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这个运作，他我相信他应该非常的这个了解哈。那个他在这个第三点哈，有关于他对于这个未来哈，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哈，他的这个将来发展的这个看法里面呢，他提出了。几个重点哈，第一个重点就是他认为应该要有效的这个查处联合垄断的这个案件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他认为应该强化多层次的这种传销的管理哈，我觉得这个对针对这个时代的脉动里面，他我认为他应该是抓住了这种时代的脉动哈，跟我们这个。这个时代哈，所需要有关于公平交易委员会所需要这个加强的这种重点哈，他有相当的这种认识哈，有非常的认识。以他的这个学历或者他的经历来讲，他也担任过这个台北大学的这个院长系主任哈，所以他在行政的资历上也是相当的丰富哈，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的这个专业上哈。对他非常的肯定哦。那前面的从这个前面的这个几位专家这个学者哈的这个说法里面哈，大致对他也都蛮推崇的哈，所以应该这是一个适才适所的一个提名哈。那最后我要对这个
皇族委有一个奇袭的地方，就是就我的理解哈，就我的理解哈，那个公平交易委员会哈，是就像刚刚前面的这个专家学者都讲过，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机关嘛。那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话，跟一般公交法跟一般的这个法律是不一样的。那最近这几年来哦，就我的理解哈，那个公交会所裁罚的这些法案哈，被上诉到一般的那个司法的这个单位去之后哈，最近好像有逐渐的被推翻的那种趋势。那几个例子，譬如说像就我的理解，像上次那个几个超商那个联合议价提高那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咖啡啊，联合提高每一个超商都联合提高这个10元，后来被公平交，就我的理解，他是被公平交易委员会裁罚的哈。那一般的后来这些超商们就在这个再继续这个进行这个诉讼，后来也在这个一般的这个司法单位里面，司法管辖的单位里面被推翻了。就我的理解哈，因为。公交法本身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法律，所以一般的这些法官们其实对于这个公交的法的专业性并不是非常的理解，所以站在不是完全理解的立场之下，就我理解他们是非常尊重公平交易委员会所裁罚的这个案件，但是最近这几年来似乎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出现改变的一种现象，所以我觉得对这个公民交易委员会尤其是这个如果黄主委正式被任命为这个公交会的这个主任委员之后，可能对这方面的事情要多多这个了解跟这个加强去这个控管一下哈。以上是我个人的立场，谢谢。谢谢周教授的高见。那我们现在要请李远哲教授发言之前，我们请刘姿儒教授先准备。好，现在就请我们空中大学李允杰教授，谢谢，不客气。主席也是我最敬爱的学姐啊，以前在台大一起修政治经济学的学姐，管碧玲管委员，各位，学者专家，各位委员，大家早安。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能够来从回到娘家因为以前我是站在备询台，跟这个孙立群一样那我想，今天我们审这公平委员会的这四个人选呢，基本上我对人选我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意见。那我认为这一次的提名呢，它有一个平衡的考虑，比如说黄美英，她是学经济背景的，那么她的副主委。彭少景就是法律背景，那么郭淑珍呢是也是法律系他是台大法律系跟美国南美以美大学法律硕士，法律背景。那么洪才龙呢就经济背景。那洪才龙他在台经院的时候呢，刚好我也在台经院当了半年的副研究员，所以跟他有点这个认识，但是不是很熟了哈。那么这几个人选呢，基本上我没有太大的意见。那导师就是说，这个。彭少景副主委，彭少景这个律师呢，他过去曾经担任过检察官那么他也曾经做过立法委员。那我记得印象，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他应该是在法制委员会。好，那所以我想就是说，彭少景他，我实际上我把这个立法院的公报呢文书仔细的看了一遍。那么那个彭少景呢，他在他的这个。自我期许跟抱负里面呢，在这个页数的第19页里面，他有提到他说应该要做预防性的规范监督，以及呢，这个如果倒数第三行，如果公平会不能够发挥查查行动力，不能够发挥魄力那么他在翻过来第20页有提到说，公平会委员会呢有调查权，但是没有刑事上的侦查权，所以呢，他没有搜索、扣押、申请羁押权，所以因此也就是说。外界经常对公平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说公平会是一只没有那个指甲的、没有爪子的老虎。那因为彭少景他是出身检察官，所以我在这边呢，我是很想，就是假设彭少景在现场的话，我很想问他说，那你认为
在公平会没有缺乏这种爪子，没有这个有力的武器情况之下，是不是应该要跟检调机关建立一种所谓的跨域治理的平台？啊，我觉得我们因为这个公平交易法事实上不外乎是经济跟这个法律，事实上里面还牵到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公平会往往会被人家觉得说，外界疑虑就是说他比较被动、比较保守，就被动等检举，他没办法主动去做什么事情。有没有可能跟检调单位或者是调查局建立一个这一个跨域协调的一个常态机制啊，或者是联合稽查的常态机制？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公平会未来应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从未来我就这个我引用这个行销大师哦，这个 Joe Capper 他说的一句话，他说呢 ，Change or die， 不变革无宁死。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尤其是科技创新已经对我们整个的产业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公平会未来所面临的这个挑战也会非常的多，啊，也会非常的多，所以绝对不能够用过去传统的方法来运作公平会。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一般所谓的垄断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反竞争行为，不管包括这个 trust 托拉斯并购啊 ，cartel 还有这个 syndicate。那 syndicate 在台湾比较少，那么这个 trust 跟 cartel 在台湾比较常见。可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公平会，有一个公平交易法，所以其实即使它是这种所谓的 cartel， 所谓的这种大企业之间的正式的这种谋串，在这个串谋行为，它会把它变成台面下，变成一种隐藏式的行动。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公平会怎么样去主动去找到这种隐藏行动？比如说今年大家最关心的菜价的问题。事实上菜价的问题呢，我们只看到检调单位在做动作，台北市政府在做动作，或者是农委会在做动作，公平会的角色在哪里？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就从民众的角度来讲，公平会在菜价的问题上面、菜虫的问题上面，公平会的角色在哪里？哦，这个要我们去思考，就是说如果公平会是一个我们觉得值得期许去发挥功能的机关，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让公平会能够有更多的功能能够发挥？哦，那么再其次呢，当然公平会现在已经制定了一个多层次传销管理法，哦，可是我必须要讲一点，就是说事实上对一般的民众来讲，最常碰到就是多层次传销的问题。比如说经常我朋友会问我说，哎，有没有兴趣来当我的下线，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这个，哦，这个获利丰厚。可是很多民众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不是所谓的老鼠会。你问十个老板，问十个民众，大概有九个人跟你讲说，我不晓得那个标准在哪里，什么是老鼠会，什么不是，什么是正派经营的多层次传销。那所以这个部分公平会确实责无旁贷，也就是说在政策行销这一块，政策行销这一块，公平会怎么样能够主动出击，能够透过这个 social media 新媒体或者社群媒体，能够把这个所谓的多层次传销这个所谓的观念的厘清，能够把这个所谓的我们叫做 policy marketing 政策行销能够充分的这个推导出去啊，宣导出去，这个才是更重要的。第三点，面对越来越多的这个科技创新跟国际间的反竞争行为的这种串联，跨国的反竞争行为啊，这个比如说我要问，假设今天四个委员在场，我要问 Uber， 在 Uber 这个案例当中Uber 呢，他是用这个所谓的境外公司来省下租税，然后回避了职业驾照的门槛要求。那么，但是呢，他说他是用这种所谓的创新经济、共享经济来节省他的成本。可是呢，他规避了国内的管制跟租税。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次我看到 Uber 的这个案子处理上，大部分上都是财政部、跟交通部还有经济部在处理，我又看不到公平会的角色啊，因为 Uber 它是个跨国公司。那么事实上它也冲击了每一个国家的计程车市场，可是呢，他说他是创新经济，那这个情况之下，公平会有没有什么角色可以扮演，可以介入？哦，那所以 我会建议，就是说未来其实上在这种科技创新的时代，然后呢，这个所谓的全球化的时代，跨国竞争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公平会应该要有前瞻性，就是说不能够再像过去一样坐在办公室里面等检举，哦，他应该要有更多的这个跨域的治理，更多的政策行销，更多的这个新的思维。也就是说，在还没有相成风暴的时候，
公平会就应该及早的去做预防啊，这个防患于未然。那所以我最后还是期许，就是说呢，这个公平会啊，未来能够扮演更多的角色啊，能够扮演更多的角色，能够在这个我们现在面临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产业经济跟这个国际这种创新的这个科技的问题啊，那最后呢，就是公平会成立到现在以来啊，它当然它累计所办的案件达到40000多件，那么当然这些呢，有时候它的意见的分歧啊，那么公平会的意见跟行政院或跟行政法院有时候有不一致的地方，那这个部分会影响到它整个案件的审议的品质啊，那这个部分可能我会建议就是说，未来公平会在面临到这种越来越多这种所谓模糊的地带，或者是跨域的地带，我刚讲了 Uber 这种事情，它可能更需要跟外界更多的 connection， 也就是说，它必须要能够借重更多外部的资源跟专业，来帮它解决这种日新月异的问题。哦、那过去的公平会，我也期许它能够成为一个比较保守、一个比较这种被动的机关，变成一个主动出击，能够让人民有感的机关。以上是我个人的意见，谢谢各位。好，谢谢李教授。我们接下来请刘姿儒教授发言，然后请我们的汪杜春院长准备。主席，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中兴大学法律系刘姿儒。今天很高兴，很荣幸哈、哦，有这个机会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讨论。今天呢，我们这个提名了这个主委、副主委以及两位委员哈。那我个人比较这个算是，因为我之前有在公平会也当过了这个机要这个主任主委机要秘书一年，然后因为我个人是学习公平法，所以在公平会出入的机会比较多。那首先我对于这个主委哈黄美英黄教授，那他因为的确是我们在国内哈那么非常知名的经济学者，而且他也担任过我们公平会的委员，所以他不管是在这个学术上的成就，那么以及说他在我们公平会的这个工作经验，那我非常相信他将来哈，那么担任这个主委的职务之后，那么一定能够为这个公平会好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多的贡献啊，所以我是非常肯定主委这个黄教授的人选。那么对于公平会来说的话，像刚才我听到两位教授所提到的问题，像孙立群教授所提到的，我们跟外国的这些国外的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像 OECD 的组织的参与哦，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公平会真的是我们案件非常多哈，然后呢，这个我们的人力非常的有限，那要参加像这么这个辛苦的这些所谓境外的哈，不境外，这国际的一些组织哦，其实真的还要投入非常多的人力哈。那也真的希望说，我们这个立法院哈，对于我们这个公平会哈，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发展哈，那么也能够多加的这个支持啊哈，那跟这个多加的协助哈，因为这真的是需要非常多的一个投入。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外组织的一个参与真的是像刚才孙教授所说到的非常的重要哈。那而且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像是联合行为的案例，可能都会跟一些境外的企业有关，像最近公平会所处分的那个电解电容器的案子啊，处分了好几家的国外的企业。那这些跟国外企业相关的联合行为，如果我们可以跟国外的啊这个竞争机关能够有所这个所谓的合作哈，跟所谓的相互的一个协力的话，会对于案件的解决会更有帮助哈。所以这一块就是说，跟国际组织或其他国家的竞争主管机关，虽然我们的国际地位是比较有困境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跟这些国外的组织还有竞争机关能够合作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再来像是我们国内的这个
公平法相关的议题，其实刚才教授们有提到了很多的，像说我们现在这个联合行为的问题，以及像是这个每次到了这个像是台风过后啊，年节菜价涨价的时候，大家都会要去询问说公平会到底有没有介入。那但是其实我想公平会并不是一个这个物价管制的机关，我们必须要查到说它背后有所谓的这个比如说是像这个中盘商或者是这个菜农，他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意思联络，好，那成立联合行为，否则的话其实光只是看到一个物价的上涨，其实不能够说它就是公平会的事情。好，那像这些部分的话，可能也是的确是我们必须要跟外界要做一个所谓的厘清啦。好，那联合行为的确是一个不只是台湾，而且是世界各国非常重视的一个议题。好，那的确呢，好，刚才这个如同呢，好，教授们提到说，我们有一些案子，好，那么在公平会被处分了以后，到了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却被推翻。那有很多的部分，实际上就是在那个所谓意思联络的部分的一个举证很困难。好，就像刚才李教授所提到，我们没有所谓搜证这个我们的搜索权这个部分，但这个地方有困难，因为呢，我们是行政机关，要有搜索权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那所以的确说，像是在我们这次副主委提名的彭绍景委员，好，律师，那彭律师的话，因为他曾经担任过检察官，担任过律师，好，那立法委员的工作，那就是说关于这个证据搜索这一块，好，那我想当然不只是只有这一块了，好，那我想说。这个部分的话，彭律师也许会能够在这个所谓的我们联合行为当中最核心的这个意思联络部分这个举证的地方，可以给大家一些意见，甚至于将来在修法的时候，其实日本他的那个公平价委员会里面，他的搜索权他是透过修法的方式，然后去跟这个所谓的司法机关在这个搜索权的部分去做一个整合，那这不是不能够做到，那的确欠缺搜索权的时候，意思联络无法举证，你就很容易在这个公平会处分之后，到了行政法院，它会被推翻掉。就像那个连锁便利超商现煮咖啡的案子，就是它合议是用推定的方式，推定是很危险的。只要对方提出反证，你就会被推翻。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有所谓的搜索权，去找到了这个证据，当然是最好。但是因为公平会是一个行政机关，所以这个是要有技巧的。然后再来的话，一个我想这个我们的公平法除了说是事后的规范，那事前的预防当然也非常的重要。那另外一个议题就是现在在谈这个电业法，希望将来去走自由化。好，那自由化我们看到一个最眼前的例子是日本今年的四月，它的电业完全自由化，在最零售端的地方它开放了。好，那这个是一个走了很久的一段路。那我们看到他们的一个例子的发展是，他们从这个电业开始开放到完全自由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日本的公平会做了非常大的参与。因为这不能够等到完全开放以后再来看说它发生了什么限制竞争啊，或者什么联合行为啊的问题，而是要在最前端的时候，在它怎么开放的过程当中，好，那个从发电开始配电，好，然后送电这些过程当中呢，有哪一些事业可以参与等等，那这个部分其实真的需要一些所谓竞争法的概念参入，而不是直接有所谓的像我们的话可能也许是经济部，好，那么它在完全的主导这一块，因为这个竞争法的概念在这个之前也非常的重要。好，所以我想这个公平会的这个相当多的，好，这个部分都非常需要这个将来我们这个主委副主委以及我们新进的委员的一个参与。那另外两位委员，像这个我们的这个郭淑珍，好，郭淑珍现在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总统府担任这个法规会主委的郭主委。那么郭淑珍女士的话，其实我跟她认识非常久了，好，她在公平会的工作大概已经有20年之久了。那她从呢二处三处的处长到法规会的处长。好，那么他在公平会的工作的时间，好，那他在各处，那么他工作他几乎都是完全非常的这个熟悉，所以我觉得这个郭淑珍女士她来担任我们公平会的委员，那是非常非常的适任的，好，因为她对于我们会里面的这个相关的会务其实都非常的熟悉，那相信呢我们会要这个去这个要去推动的，好，任何的部分我相信这个郭女士她都能够担任的非常的好。那另外一位这个洪才龙委员的话，好，洪才龙这个教授的话，因为我
看到他的这个相关的个人资料里面，那么他是学经济的部分。那我想公平会的话，他最基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公平法，好，那这个里面的内容，好，我们的整个实务上的一个工作的运作，其实就是法律跟经济这两块了，好，那因为这四位这提名人的话，的确是刚好是两位经济，两位法律，哈，那我想呢，这四位提名人应该都能够给予相当多的在我们日后公平会的这个会务的推动上，好，应该会有相当多的这个注意。那我想公平会其实虽然在法律的领域来说，好，不是一个这个所谓的显学，但是它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除了公平法之外，像我们也是这个多层次传销管理法的主管机关，那多层次传销其实也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此外还有一个，虽然它没有专法，但是它常常也会有公平会的介入，就是加盟的部分。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民众都希望透过加盟来赶快呢快速的变成这个老板，可是其实加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加盟并没有所谓多层次传销管理法这样的一个专法在这个管制，那在规范，好，但是呢我们公平会有定了一个这个加盟业主好营业行为之处那个处理原则，所以常常呢有加盟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加盟店可能受到一些比较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他们也会来跟公平会投诉，好，那所以其实公平会也处理了不少好类似加盟的案例，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好，那么也常常受到公平会的一个就是关注跟处理。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跟一般的这个民生经济比较有关的议题。那我相信将来好，那么公平会在新的主委、副主委以及委员加入之后，那应该可以发展得更加的好。那今天我就报告到这里，谢谢。哦，谢谢刘教授，本来没有按铃的。我们等一下在接下来汪院长发言结束的时候，我们会休息十分钟，好，然后请方元仪教授做准备。我们先介绍刚刚新到的是我们淡江大学林怡南教授，欢迎。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汪院长给我们发表高见。主席，那么各位先进，那么首先我们是这个政治门外汉啊，但是对这个我们管召集人，我们这个现在相当佩服，因为他长期对我国的经济政策，然后周立先生是个非常的佩服。那我想我今天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个就是对这四位提名人那么发表一些个人的一个浅见。那首先我这个四位这个被提名人除了这个洪委员以外的话，三个都是我相当熟悉的一个朋友。那么这四位这个被提名人，我想在学经历方面都是相当的丰富的，那这个令人感佩，那只是美中不足的可能有一些对这个在那个的一些经历方面对公平法的一些关那个就是一些不是那么的连结不是那么深的，那也许经过时间的一个这个就是磨合可能会把这边补足，但是这个另外我对这四位的一个被提名人的一些政见的话，我个人其实觉得蛮遗憾的，就是说为什么觉得蛮遗憾的呢？因为他们真正没有点出一个公平法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因为这个公平法的话，基本上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我觉得现在我们把公平法都做小了，都做小了，因为现在的公平法的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走向的话，渐渐走上所谓的管制机关。那么管制机关一直都着重在所谓的像工程那个多层次的一个管理啦，或者是广告啦，甚至所谓的一些物价的这部分的话，那么其实这些基本上的话，像广告不是广告啦，这物价这基本上都已经有相关的单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了。那么站在其实公平交易委员会这个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在美国在日本在德国都相当重要的位置。譬如说我们今天所讲的四位被提名人，他在他的政见里面没有提出他真正的一个竞争政策的核心思想在哪里，
哦，但完全讲一些很肢解的一个事情，那他到底他的心中是采哈佛学派呢，芝加哥学派呢，他是采所谓的结构市场呢，还是采所谓的那个效率市场？这是一个担任一个好的公平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至少他要把他的一个想法哦提出来让大家检验哦，他未来要把我们的公平交易委员会带到什么的方式去哦？那当然，前面很多核心那个先进都讲过了哈，这个国外的这个是相当重要，国际竞争相当重要的哈，那么交流相当重要，当然是相当重要，因为基本上哦，在整个的公平交易法也是跨国界的，它取得一个全世界国际的一个协调性的哈。那但是大家都人力不足，为什么人力不足？因为花太多的时间哦去做一些所谓肢解的问题了哈。那你不能够一直在加人啊，加人的话，永远是无底洞嘛哦，所以可能真的要去了解一下哦，就是说。到底我们这社会边缘应该它对公平法的一个真正的核心，它的一个价值理念在哪里哦？那再来也是很重要的，它跟其他的政策的调和哦，跟所谓的一个产业政策调和的立场在哪里哦？对整个跟其他，那我们如果说我们今天如果着重在产业政策，那么可能会不会像某些那个国家像中共或者其他的把它当成保护主义呢？哦，把公平政策、把公平交易法当成一个所谓的贸易手段呢？那这个对我们台湾、对我们那个我国来讲，是不是妥当的呢？这都是要去思考的问题哦。那刚才所讲的，有被提名人讲说，哦，这个是那个公平会是没有老虎的牙齿，为什么呢？哎，没有牙那个牙虎的老那个牙牙齿的一个老虎哦，对。那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一个所谓的检察官的行调权，这老实讲是笑话。为什么笑话呢？在美国的话，他基本上都用民事的一个所谓的诉讼哦，来怎么样呢？来达成他的手段。他基本上的话，他可能跟当事人可能在结合案子里面，他基本上是平等的哈。他透过所谓的一个证据保全证据那个证据的话，来做一个所谓的injunction的一个，假设不服他叫做injunction，但基本上他有很多的一个政策来做一个所谓，他不能够以我国的一个惯有的一个思维哈来做这方面的一个看法，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说哈，这四个学经济就相当好，但他可能真的要把他对竞争政策的一个政策，这个才是我想贵院哦在审查他们的一个适任性的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的哈。那最后因为那个时间关系，我提一个小点哦，就是说。公平会的话是一个合一制哈，但是我觉得渐渐的，其实，在实际运作上的话，主委可能会扮演一个很大的一个去主导个案的一个机会哦，还有他的一个，我讲机会啦，或者是因为他控制到那个会内的人事权哦，控制到那个会内的一般行那个事务人员的一个奖惩权哦，那可能我们这个主委的一个被提名人的话，可能要说明一下他未来哦。这方面的立场是怎么样哦？他这个在合一制里面哦，那跟委员的一个调和的态度哦，那对个案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哦，那怎么达成他的一个就是竞争政策这方面，可能在主委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也许被应该被检验的一点哦。以上，谢谢。感谢汪院长，谢谢您。我们为各位介绍，现场来了我们立法院。很资深的在经济委员会的委员，好，我们陈明文委员，谢谢。那我们现在就休息十分钟，好，谢谢。
所以，好，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哈。我们接下来，我们有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智慧财产权研究所的江雅琪教授，哈，刚刚又莅临，哈，谢谢您。那我们请方教授在发言的时候，请林怡南，淡江大学林怡南教授准备。我们现在请方元怡教授，谢谢。主席啊，各位先进啊，各位。同事啊，大家好。那很荣幸啊，被邀请来参与这次的一个公听会，提供个人的意见。那就因为本身呢有参与这次我们公司法的一个全盘修正。那我比较关切的是说，这个部分大概跟我们在公司并购的部分在审查的部分，可能之前在以个案来讲，像日月光跟细品案，在第一次在做并购审查的时候，我记得是在2月24号，当时公民会做出一个延后的一个做法，就在3月16号，因为这个延后的做法，就产生一个公开收购的一个破局。那这个部分就是一般企业来讲，公平交易法的一个认定上，它会不会造成并购的障碍？那它并购障碍原因是因为基于专业的考量呢，还是基于其他的考量？这部分可能是我们比较关切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大概就是公司名称的部分，因为其实公司名称在以往公司法是有规定的，那经济部那边会做实质审查，在修法之后，其实这部分呢是希望说由公民交易法的这边来处理。那这个部分，因为我看我们的人选，像我们有个郭淑珍的一个委员，那我觉得他还蛮适合的，因为他有包含之前商标审查的一些经验。那这部分我想就扣到我的一个对人选上的一个建议上，是我认为呢这四位人选是一个比较平衡性的一个组合，也就是说没有偏重于特别是经济或法律，是一个整体平衡的考量。那这就公平交易法本身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做法。那其实公平交易法在美国早期缘起的时候，其实后来它着重不论是法律或是经济，其实两者是并重的。那这个部分大家我就想说，那像黄美英我们的主委的人选，他有一些我觉得蛮好的概念，像他的一个提到一个像国际观的概念，那提到域外的一个效力的部分。可是提到域外效力的部分，我就想到说，其实在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也是 WTO 的会员国。那如果我们在讲究所谓的域外效力 （extraterritorial effects） 就会有考虑到有可能会造成一种贸易的障碍。那这时候我想说，那在考量这个跨国合作的时候，甚至在认定这些域外的一个违反的时候，这个部分可能要有一些我想像是外贸的一些概念进来。那刚刚有提到我们的另一个人选，我们洪委员的人选。那虽然我看他可能没有直接在公平交易法相关的一些直接连结的部分，但是他可以就他的对于外贸的部分，我相信他应该可以做一些连结。那这块大概是我想以往可能比较忽视的这个部分。那关于这个，大概是属于一种潜在性的部分。那我觉得这种潜在性部分其实要特别留意。像我们现在跟很多国家签订 FTA 自由贸易协定，那前阵子才有个新加坡商来告我们的主管机关，为什么？因为就是彰银案、彰化银行跟那个台新金案。那这部分可能他就主张我们在自由贸易协定里面，他要主张仲裁，我们构成了一个间接征收。也就是说，其实一个法治的本身在执行上，可能还是要考量到我们现在签订了很多国际的条约，或者是我们 WTO 的会员国的一部分。所以我在想说，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希望说，除了公平交易法本身之外，我原本应该还要连接到其他的法律的部门，其他法律部门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大家应该做一个连接的考量。那这是第一个对于人权上，我觉得做一个平衡的考量。那第三个话，我想就是对于执行面的部分，刚刚很多先进都有提到说，像我们之前的咖啡的案件，对不对？那其实咖啡案件就是他在漠视的认定上，那这部分认定上，其实我觉得公平委会有一些困难点，他到底要不要做一些处分？其实，在证据的收集上，并不是这么容易。那当然，我们这次有一个我们的彭委员进来，可能可以补强这个部分。可是，我觉得这部分可能还有一个政策性的考量，就是说，你当你发现对超商的确在做，假设他在做这样的一个行为，他是漠视的，他们就很有默契，可是你就找不到证据，因为为什么？因为证据可能你根本就找不到。因为他是漠视的，那如果你找不到，你也知道他们在做，那大概我觉得公平交易会就面临一个考量，我要不要做一个行政上的裁罚？虽然也许将来法院上我会败诉，可他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量的话，就会发挥他自己独特的效果，因为执行机关跟司法机关他的考量点本来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想到一个重点，就是说那他们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四位委员可能都没有提到，那这大概也扣到我们刚刚汪院长提到说到底我们是走哈佛学派还是芝加哥学派。那其实不论是哈佛学派跟芝加哥学派，讲的比较清楚的是我们到底是在保障竞争还是我们在保障消费者，那这一块大概是我们也是蛮好奇的。那因为我们的公平交易法其实是非常专业性的一个法条，那这个部分可能在对于我看那个主委他有提到说跟外界的沟通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让外界能够了解公平交易会他到底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OK， 那最后就是我想到就是关于在人选上的考量之外的部分，就是在做专业判断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其实我帮我们学者是不是也不是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基于专业度呢，还是基于一些政策的考量？那这部分我觉得在决策过程的一个透明化，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透过现在很多新政府有很多都是让公民参与的部分，我觉得公平交易会，因为它专业，因为它令人难解，相对来说它更应该透明，让民众减少距离感。OK， 好，以上，谢谢。好，谢谢汪教授。那我们继续请淡江大学林怡南教授发言，我们请江雅琪教授准备。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那非常有这个荣幸啊，让我来这个参加这个今天的公听会啊。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对四位提名委员的话，基本上有三位委员我其实是蛮熟的哈。那像黄美玉委员的话，因为基本上他等于是我前任的委员，因为我之前也在公民会担任过委员。然后那个郭委员的话，因为基本上我那时候担任公民会委员的话，他是我们的法律事务处的处长，所以其实我们在开委员会的时候，其实也经常在聆听他的一些高见，而且他也是公平会的创会的委员元老哈，所以他等于就是在公民会其实担任非常久，所以他对公平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法规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案件来讲的话，其实他非常的娴熟哈。那个洪委员的话，因为基本上来讲，他过去在台经院的时候，其实因为我过去我也学国际贸易这一块，所以我其实跟他也非常熟，所以他在这个整个贸易方面，而且他自己本身又是经济背景。那我记得就是公平会现在慢慢比较重视所谓的经济分析，因为如果说你联合行为要去处分的时候，你对经济分析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的重视啊。那公平会其实自从吴主委上任之后，其实对经济分析来讲，其实是越来越重视。所以，到时候如果洪委员能够加入这个团队来讲的话，那基本上来讲，他的经济分析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只是说，因为我现在看就是整个，如果假设加了四个委员进来的话，还有三个委员会留下来的话，那变就是说会有四个法律跟四个经济这个委员会留下来哈。但是在公平会的组织里面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还是以法律为主，那经济为辅这样。那当黄主任委员其实他过去在公平会曾经担任过四年半的委员，所以他其实当然非常熟悉啊。只是说可能或许可能到时候在说服一些法律背景的委员来讲的话，可能在法律的一些见解或是什么一些延续来讲的话，可能必须可能要再多加强一下这样。但我不是说他不好，其实他已经是很好，我只是说。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其实很多的最后的判断还是依照法律的这种方式啊，所以变成就是在法律的前走度来讲的话，或许可以再稍微再把它稍微加强一下。那这边我大概，所以基本上我是肯定这个四位的委员的提名人选哈，但是我这边可能大概有几个浅见，我想要建议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公平会，因为没有错，它当然是一个委员会制啊，只是说这个委员会制的来讲的话，当然。这边的最主要要负责事务的工作，可能还是以主委、副主委，还有可能就是有负责一些国际事务的一些委员来讲话，可能他们的工作量可能会比较重一点、啊、但是对其他的委员来讲话，可能他们大概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开一次会，可能发表一些意见来讲话。那基本上当然，因为整个案件当然是没有错，当然是委员会委员在主导，只是说。因为委员在主导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案件其实最后主导权还是在回归到各处的处长啊，或是各处的这个办事人员，他们手上其实他们的这个主导性比较强一点，那反而对这个委员的主导性可能就比较弱一点。但我也知道，就是说，因为如果假设委员到时候要会不会造成到时候过去跟 NCC 的那些问题产生了、啊，只是说当然还好，因为公平会这几年来讲的话，其实都还蛮平静，大家都愿意分工合作，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或许就是说，将来黄主委上任的话，他或许可以把一些，
工作或许可以分配给其他委员，就是说让委员真的有这个参与，就是说这个分工合作的话，其实可以分工的更好一点呢。我觉得这个是我第一点的一个浅见呢。那第二点浅见的话，就是没有错，当然是公评委可能大家都误认为可能公评委是等于是物价管制机关了。那这个因为可能是有个背景存在，因为当初要成立公评会的时候，刚好是经济部的物价督导汇报解散的，所以那时候有60个人的话，就是就变成是公评会的一开始设立的这些人员了。所以大家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如果每次台风啊，或者每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就问公评会，但是公评会每次就是立案就立了一大堆的，结果最后都是说查无实证啊怎么样的，我觉得是蛮浪费时间的。所以我是觉得公评会的委员将来或许有这个勇气啊，可能要跟立委、立法委员的委员，可能要跟他们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东西根本就，譬如说饮料，你怎么去查？根本很多东西，你一立案完了以后，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没办法去查。那你真的要查的话，可能要查比较大的案子啊。反正就是说，你把比较多的精神的话，可能摆在那种比较真的对民生议题真的能够查，而且真的能够查得出来的那个才有用。我觉得每次就是在查一些什么菜价、查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其实最后还是其实是无功而返，然后到时候被骂，然后最后又查无实证。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蛮浪费的。那至于这个搜索权的话，我是还是认为就是说，或许将来立法委员的委员或许可以给公评会的有搜索权的，因为我觉得搜索权其实还是蛮重要，因为尤其在联合行为里面的话，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的话，那他到时候他真的是当我们常号称他所谓的准司法机关了，但是毕竟还是欠缺这个东西啊。那至于这个所谓的搜索权来讲的话，其实在我们国内的行政单位金管会其实就已经有搜索权，因为金管会它有一个检察局，那检察局的话它就已经有检察官就已经住在里面了，所以或许将来也可以就是给公评委有一个搜索权，只是说这个搜索权要怎么去用，当公评委有这个武器来讲的话，到底是好用不好用，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啊。那会不会造成因为权力太大也是一个你要用的话也是一个很大问题，只是说这个或许可以适当的给一个必要的一个搜索权，那我相信将来对联合行为的这种查证应该会更有帮助啊。这是我第二点建议啊。那第三点建议就是我想要去就是可能请公评会或许再重视一下传销这一块的问题啊。因为传销这一块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国内的经济一直在讲说到底可不可以保一啊，或是不能保一啊，但是传销这个产业来讲的话，在公评会的104年的调查报告里面的话，比103年的成长是成长6%啊，所以它超过的产值是超过800亿啊，然后它的这个参加的人数是253.6万人呢、啊，大概是平均是10.86%，就是国内的10.86%人都有参加传销啊，只是说看起来这个200多万人好像蛮多的啊，问题就是说。有些就是每一年都是很多人加入，每一年都很多人都退出啊。譬如说，在104年的时候，其实加入的新进人员的话，是比传销大概是占整个传销商的人数大概是40.5%啊。那这个就会产生一个浪费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进来，也很多人出去啊。所以我是想建议一下，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将来这些传销商进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他有一个，譬如说上课啊，了解一下整个传销法的一些相关规定啊。会像所谓的健康食品健康管理法、食品管理法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定，让他确实了解一下，就是先冷静思考一下到底有没有必要。那因为有时候进来公司要再去给他这个受训，然后到时候退出去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其实是蛮浪费的啊。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国内目前对传销事业来讲的话，还是采所谓的核备制，不是所谓的核定制啊。那变成就是说，我们目前大概有352家左右的传销事业啊。那很多公司甚至他的一些资金都不够，他就进来了。那进来以后，到时候可能就到时候以这个高额的奖金来吸收传销商，那到时候可能就不了了之啊。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仿照其他国家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要成立这个传销事业的话，是不是有所谓的保证金的概念的东西啊？因为万一如果假设发生问题的时候，那起码你有一个保证金的话，起码可以保护这些传销商的一些利益问题啊。那乃至就是说这个传销是不是有需要有一个证照？我觉得这个或许也可以考虑一下。当然，因为虽然所谓的证照必须要有雇用关系，譬如说，假设你金融机构、金融人员，你没办法去单独这个做一些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话，你必须有公司去聘雇他的话。但是
传销事业跟传销商来讲的话，它是经销商的关系啊。所以如果说假设能够有适当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证照的话，我觉得这个或许可以，也可以考虑看看。那最后我是认为或许可以成立一个所谓的，因为我们现在有所谓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所以是不是可以有所谓的这个传销商消费者传销商保护法还是怎么样，类似这样的东西啊。因为当我现在是担任这个传保会，就是多层次传销保护基金会的董事长啊，那我们现在在负责调处，只是说调处来讲的话，因为传销商跟传销事业它是一个高度依赖关系啊，所以变成就是如果假设传销商除非他真的想要退出，他真的已经对他的权益发生很大的一些影响的时候，他到时候才会来进行调处，或者他到时候他就不敢进行这个调处啊，所以我是。最后我是建议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可以成立类似像所谓的这个消费者传销商的这个传销商保护的相关的一些机制的法令规定，因为毕竟他的人数很多，他的人数是占了国内的人员是 10.86%， 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这以上是三个我个人的浅见啊，所以非常谢谢主席今天给我这个机会，谢谢。谢谢林教授，好，谢谢您才对。那我们接下来请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智慧财产权研究所的江雅琪教授。主席还有各位先进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参与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名单的审查的公听会。因为我们知道说公平交易法是现代的经济宪法，那所有的经济和产业跟公平交易法其实都脱离不了关系。但是我觉得就是在看到这个名单，我发现说有经济学的背景，有法学的背景，又有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实务的经验，从传统的思维来看这个名单，我觉得这个名单已经非常的完整，也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从现在社会就是瞬息万变，产业变化这么快的角度，我想提出几点提醒。那第一点是说，从过去的观察来看，公平交易委员会似乎一直是扮演一个比较消极的角色，那我觉得这一点很可惜，因为我们去看公平交易法的立法目的，它里面其实除了物价的管制，刚刚有先进提到说，似乎我们的印象里面会觉得公平交易委员会它常常在做一个物价管制的事情，那它包括它可以促进产业的发展，它也可以去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甚至大家可能不知道说在制裁法院的组织法第三条里面，它有提到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营业秘密法还有公平交易法里面，它也涉及到智慧财产权的保护的案件。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过去的观察里面，公平交易委员会它应该可以就是发挥自己的专业，它可以在现代的经济社会里面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那也非常期待就是未来新的委员呢在这方面可以更勇敢一点。那怎么样就是去扮演这个新的角色，我提出就是几个新的挑战哦。第一个，比如说最近大家可能有注意到有关媒体垂直垄断的案件，那最近呢公平交易委员会刚刚做了一个裁决，那其实这是一个台湾积弊已久的问题，有关垂直垄断就是垂直结合它是不是构成垂直垄断，那包括公平交易委员会它怎么去跟 NCC 做分工，其实在英国或者是美国他们在管制媒体并购的实务里面，这个媒体管制的机构它一定会就是跟公平会这边密切的做结合，但是在台湾过去的实务里面似乎我们观察到比较是两个机关他们分别会各自做自己的审查，比较少一些横向的水平式的互相的沟通，那这个能不能配合就是未来新的数位汇流的情境，那我想就是对新任的委员呢做一点提醒。那第二点呢，就是因应现在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情况，比如说就是我们看到 Uber 最近产生了很大的争议，那其实 Uber 在中国他们最近因为跟滴滴出行的合并，那也产生了垄断法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说你怎么去定义一个新兴科技的新的市场，那如果你单单从轿车的 APP 来定义这个市场，那 Uber 加上滴滴出行两个可能就占了这个市场的90%以上，那怎么去定义新兴科技这些创新的颠覆式的科技的市场的界定，那我觉得也是会对未来委员造成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跟问题。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现在的委员的资格，我们就会觉得说，哎，那是不是在未来在新的挑战方面，创新的科技，还有就是数位汇流的时代，那委员就有的他的实务经验，还有就是他的理论背景，能不能够就是应付这样子新兴的挑战？但我觉得说一切的不管是理论或者是实务，大家都是站在旧的基础上在往前推进。但同时在这边我也非常就是期待委员能够就是因应现在就是新的社会的新的挑战，还有人民新的期待，然后能够更勇于承担这些所有的就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以上我就简单讲到这边，谢谢。谢谢江教授。那我们发言都发言完毕了，有没有哪一位出席的学者专家有要再进一步指教的？我们可以第二轮，因为今天时间还蛮早的，大家都很客气。没有齁，谢谢大家。今天是我们就是行政院组织法所属的独立机关，那以公平交友委员会来讲是史上第一次主办我们新的人事任命时候的公听会。那今天的公听会非常感谢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也都完全没有按铃哈。那提供我们非常多宝贵的高见，为我们未来的审查，有非常多的启发跟帮忙。好。可以，那我们就请李远哲教授在第二次发言。好，主席，各位学者专家，我刚忘了讲一个很重要的，漏掉了一点哦。那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想提供给未来我们立法委员在审查的时候的一个参考。那我们知道这个政府要管制市场啊，那么它基本上是由于市场失灵，当然包括这个自然垄断公共财、外部性，还有这个资讯不对称。那实际上，我觉得在公平会在未来，在资讯不对称这一块，我觉得要强化它的角色。比如说，我刚刚提到，就是很多民众，我相信你我都曾经接触到，有人跟你问你要不要参加我的那个传销，比如说那个什么安利啊、哦美安啊，有很多产品。那可是民众一般来讲，他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里面牵涉到资讯不对称的问题，虽然我们有一个多层次传播管理法，可是95%的民众不清楚这个法的界定在哪里。那过去公平会实际上他在这个法律的这个宣导或者是法律的这个政策行销方面做的实在是不足，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未来怎么样让民众在这个公平交易的这种资讯上的这种不对称的这种教育宣导行销，我觉得这一块是公平会未来的工作重点，那我觉得这次公平会必须要主动出击，让民众能够说，哎，原来公平会的业务跟我有关系，所以这个，我想这个民众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资讯，那么我觉得公平会未来在这一块要能够更主动去宣导，以上谢谢。好，谢谢李教授，因为现在我们的消费者保护的业务也在公平会啦，所以李教授指导的这个部分哦，也要提醒他们要多多注意哈。那就非常的感谢哈，因为第一次召开公听会，然后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所提供的宝贵意见，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性的审查时候的协助，好，今天非常感谢的大家。那我们所有出席人员的发言跟提供的书面资料，我们除了刊登公报以外，还会另外制作公听会的报告，送交给本院的全体委员跟所有出列席人员参考。那非常谢谢大家。那今天有一位是杨显文顾问，他有提书面意见，这个我们会列入公报记录。很谢谢大家的出席，很谢谢大家的协助。好，那我们今天的公听会就到这里结束，我们现在散会，谢谢大家，谢谢。